刚才说宇宙第一强国小西巴的视频被下了，这么一看我得改个名啊，我得继续发呀，要不然人家该不满意了，对不对？但是说韩国的历史得看咱们的史书啊，要是看他们的史书，那准准给你干到恐龙时代。我都害怕他们瞎编，把翼龙说成自己的祖宗，不会飞的韩国人那能叫宇宙第一吗？全世界能准确描绘韩国的那就只有韩国的妇女们了。那个手势的图我不能发了，我用 OK 吧，大伙明白就行了。往以前说，那就得说到姬子朝鲜的时候了。北面是朝鲜，南面就那一小咕噜是陈国，也叫陈韩，当时那就是人家姬子朝鲜的小弟弟，说他算国那都是给他面子，撑死呢就是个村子部落，老百姓还在海边捡蛤蜊呢，都算不上是弟弟，他们是弟中弟中弟，姬子朝鲜都是弟弟，他还是姬子朝鲜的弟弟。因为姬子朝鲜时期的姬子就是被打过去的，你那是商纣王的叔叔，人家叫殷氏姬子朝鲜，说破大天去，当时的朝鲜和朝鲜族那都属于咱们的少数民族，即便建立政权那也是建立在中原文化体系之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体系。韩国当时那个准确来说应该叫酋长，同时期的部落穿着树叶子海边捡臭鱼，历史搁哪呢？那时候日本岛上的地精还满地满山跑呢，你多个啥呀？在西汉时期，燕国人魏满把姬子朝鲜给灭了，等魏满朝鲜的时期不让陈国给汉朝进贡，把汉武帝给整生气了，发兵就把魏满朝鲜给灭了。到这个时候还得是根据史书推测，说陈韩和南边可能有部落政权，那文化啥的那都是被灭的魏满朝鲜的丞相带着1200多户移民过去的。大伙知道为什么喜欢白色吗？写对联都用白的，整的跟那个葬礼似的。因为在殷商时期咱们的主体颜色就是白色，根据三正纪也叫李三正纪的记载，夏上黑，殷上白，周上赤，此为三统，所以朝鲜族和朝鲜人喜欢白色就正常。因为建立姬子朝鲜的姬子本来就是殷商的王室，人家喜欢白色那下面不都得用白色的吗？陈韩那点文化那还是1200多户移民带过去的，你不用白的你用啥呀？同时期有满韩、陈韩、卞韩被称为三韩，满韩被扶余人给灭了，那俩自己合并成白纪了。陈韩中最强的卢斯部落统一陈韩，建立的新罗，卞韩逐渐融合为迦耶国，后来又被新罗兼并。就这几个小国小部落是不是就很 OK？ 即便在后来出现什么金氏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那也没人用韩做国号，这几个那都得算上把朝鲜半岛统一了。韩国这个名称那还是咱们给起的呢，是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里头提的，桓灵之末，韩会强盛，郡县不能治，民多流入韩国，就这个词儿才出现。到1897年10月12日，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高宗李希继位，他说我邦本三韩之地，才改的国号叫大韩帝国。他这么说当时也是为了脱离自己属于清朝附属国的关系，就把自己摘出去口嗨一下得了，还帝国哪来的帝呀？你这得用这个帝。韩国的历史只能说有过，那就跟波兰是一样的，曾经存在过但是一直被灭国。你还别说啊，三一运动的时候这帮人还就真的因为听到了波兰复国了他们来的精神。那至于他们说的哎，我这姬子朝鲜又未满朝鲜高丽高句丽的，他就是都属于强行认祖宗，这连私生子都算不上，谁家的还不一定呢，所以他们的历史就很 OK。 你找他们的历史那就得上咱们的《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找，连史书他都得蹭。咱们的史官要是懒点不给他写那几百字儿，那他们都得学小蝌蚪找妈妈。他们三韩的时候说是国，那真是高看他们了。《后汉书》里头记载说有78个国，咱说那不就是78个村子吗？大国10000多户，小的几千户、1800户，是不是很 OK？ 不信，大伙自己可以查《东夷列传》75章啊。还有啊，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山间和海边，那记载的也是相当搞笑。说满韩的人懂种田，还会养蚕，但是他们是用土造房，那房造的跟坟包子差不多，在屋顶上开门，也不怕下雨灌包，也不知道跪拜，也不知道金银财宝，还有毛织品，也不知道乘牛骑马，但是就特别喜欢玉珠。我这么理解的话，可能是珍珠，要么就是石头。所以你看，他们都不识金镶玉那帮玩意儿。你等陈韩这头，是因为有先秦移民啊，房子篱笆啥都有，也都有礼貌有文化。关键是他这个地方产铁，其他两个韩就得找他买铁，铁也就成货币了。所以说他们家庭里头一般老百姓是真没有铁锅呀。你想啊，不是大户人家，谁能把钱当成锅呀？
那不就是吃个饭吗？那就用石板得了，咋地都能整熟。青铜器更不要想，至于那个瓷瓶瓶罐罐啥的，那顶多就是泥罐子。就这还得有人教他们。这三韩的原住民都喜欢唱歌跳舞，这个也是个伏笔，咱下回说。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孩子出生以后都喜欢孩子脑袋是扁的，他们就用石头压在孩子的脑袋上。说实话，我看到这儿我笑了，真的，我难怪他们这脑回路这么清晰。那这扁铲脑袋有遗传呐，从小被石头砸过，你这玩意儿谁能整了啊？各位感兴趣，一定要看看后汉书东夷列传，都在里面写着呢。而且自古以来他们就亲窝，因为跟日本就隔着个海嘛，有的就喜欢当窝人啊，弄一身纹身。所以韩国的广大女同志是特别了解国情的，就这一个 OK 就特别 OK。 你别着急啊，我接着整，接着吧，我让他们永远都 OK 下去。抖音